素食环保救地球，肉类不是人类的食物，肉类是偿还的业报身哦，吃不得也还不起的。因为三字经云，六谷人所食，六畜人所饲，六畜是业报身偿还罪过错，吃了肉要血债血还。植物六谷的杀鸡收割是生生不息，长养万物，而动物的杀鸡是死亡血债血还哟。记住了，天赐万物以养民，人无一物以报天，唯有行修半道以报答天恩师德养，修行慧命万八年，感恩祝福万八年，素食环保救地球。